大声都回来啊！把收拾掉啊！这些没用的都收拾起来。这天说天说阴天就阴天啊！这天它说下就下雨。这咱那房盖不得整个塑料布吗？要不它不得漏啊？整。哎，老婆。哎，柜台回来了。啊，他买大鱼。啊。老妈。哎。这下子雷咋了？啊，又要下雨了，看来天都了。这光打雷不下雨呀，老妈。啊！哎呀妈，这家伙又给我买大花衣服。哎，咋样？哎呦我的妈，这鲶鱼真够粘的。哎呀，大家好，我是慧成，在东北有这么一句话呀。叫鲶鱼炖茄子，撑死老爷子啊！我买了两条大鲶鱼，一会儿去菜园子里摘点茄子啊！今天再整一个老妈最爱吃的鱼啊，我们好好解解馋，补一补。哇！哎呀，看看茄子。还个小的呢，这还有个大的呢。新鲶鱼改个刀啊！简简单单来三刀啊！咦，真带劲！这回应该你都再也不怕了。这也是及时雨啊。热锅多来点油，咱锅给它烧得嘎嘎冒烟呢，鱼下里下锅咱不用动了，小火给它定个型啊，多煎一会儿。你这是八边的啊，咱卷呗，是不是？对，卷上完了刷椒啊。表面都煎好了，盛起来。快一勺农家大酱啊，是这个菜的灵魂所在啊。锅里留一点底油啊，大酱，这个酱香味给它炸出来。干辣椒、葱姜，再来一点十三香啊，来点开水。朋友们。凡是农家菜呀、啊，都是手撕的比较好吃啊。咱这个茄子也给它手撕下里啊。咦，整了？嗯，老妈给你帮我撕。哎呀妈，这茄子太好吃了！哎，看你给我买这鱼不？啊。挺好看。嗯。这小大锅，这家炖的还挺好呢。啊。炖的小鱼挺好。啊。来一勺糖啊，提个鲜。来点醋啊，来点盐，调个味儿。来点黄酒，给它炖个40分钟啊。大火炖个10分钟了，放点胡椒粉。咱再转小火。哎呀，这小味儿挠挠的啊。又炖了15分钟了。撒上芳香的辣椒。再撒上一点香菜，嘎嘎好吃。耶，来点汤啊。咋样这个？太好了。好。那个鲶鱼。一瞅就有食欲。来姐。哎，好。来块茄子。香啊。哎呦我，你看看，煮熟了这家都粘丝儿啊。哎呀。再劲。太好了。深藏不露，你看。还有一半在下边。鲶鱼这玩意儿咋这么黏呢？腻啊，香啊。嗯嗯。这样，这汤泡饭，嗯，太好吃了。嗯。汤泡饭了不得啊。嗯。营养都在汤里。我会吃吧？会吃。
不是说馋人爱喝汤吗？嗯，这玩意儿粘牙呀，这玩意儿香啊！谁研究的呢？这鲶鱼炖青炖茄子就这么香哈！啊，这鲶鱼炖青菜呀，就苦了大嘴了。哎呀，爸，哎，给你这大鲶鱼头！哎呦好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好！这家伙的，看看！哎呦好！快！这大鲶鱼头有肉啊，嗯嗯，带劲啊，这可是，嗯，这可解馋呐，这新摘的茄子就是新鲜，是吧？好啊，现摘现吃，有茄子味儿啊，嗯。这样老香了，那夏天那吃点这糊也挺好哈。嗯，咱那园子里边，远看是宝，近看是宝，处处都是宝。嗯，这地方就是天上生宝，地上长宝。哎呀。啊，吃的太美了。这回你就照吧，这两条大鱼。嗯。来，给你解解腻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哎呀，你说它为啥叫凉棚呢？嗯，谁到了？这凉棚关键是它也不凉快啊，好像闷热整那塑料吧。过两天把那防晒网搁上就好了。妈，要不然太热，还得上成防晒网啊。对，还有挺多活呢。嗯，哎呀，吃点肉，这样可美。嗯，好吃还行，好吃。朋友们，今天整这个鱼炖茄子是老妈的最爱。嗯，摘点自己家园子的茄子呢，吃着是特别的新鲜啊。这种农家菜就得现摘现炖，吃着是最香的。好，今天视频到这了，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